大家好，我是小闪，今天很开心能来到 Club Monaco 在板桥大圆摆的新店。这次的春夏的灵感呢，是来自于墨西哥度假的感觉。像我身上的这一件，我就非常喜欢，它是非常的悠闲的度假风格，尤其是镂空的蕾丝设计，虽然是白色的小洋装，上也有很多小细节。穿这样子的洋装的时候，可以利用更多的像饰品配件来搭配，像我金色的大耳环或者是我的手链，然后来做一些小小的点缀。因为今年的主题是都会墨西哥嘛，那我选了这件墨绿色的上衣，自己很喜欢，因为它是短上衣的风格，所以也是还蛮符合现在就是非常时髦这样子。加上是我今天选的裤子是比较有点中腰宽裤，然后它搭配的是一个比较宽一点的腰带，所以就是在整个比较简约的穿搭之中有一些亮点的细节，所以整个人希望呈现的是很都会休闲有点度假的风格。